你好好学着点，看我跟这个顺丰老板怎么谈啊！你说你也别闲着，你当我秘书啊！来哦，顺丰老板，二位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哎，今天到我们这里来有啥事情啊？哎呀，牛主任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公司啊，准备在你们村里包上他200亩土地啊，盖个厂房，你看多少钱吧？不行，你坐那儿，你起来。你咋的？怎么了？啥地你建厂房啊？你咋不上天呢？怎么了？这是我就租200亩地嘛，不是耕地。现在农村耕地不让占，你建厂房，你建鸡窝都不要。鸡啥玩意儿？你是啊？不建不建呗，这不教你谈生意呢吗？不用你教，反正农村耕地就是不能动，农村耕地就像高压电，谁也不能碰。别碰，容易吐出来。别碰。行了。你少说两句，你注意学着点。没有，咱不建鸡窝了，也不建厂房了啊，牛主任。哎，这么的，怎么着？我在你们村儿，我包上他200亩土地啊，我种小麦。不行。哎呦，怎么了这个？啥节气你种小麦啊？节气？怎么这儿还有节气的事儿啊？就说是啊。我告诉你。地春阳气转，雨水掩河边，惊起乌鸦叫，春分地皮干，清明忙种麦，谷雨种大田。啥时候啊？啥时候种小麦？种小麦，小麦成熟早，下边啥也种不了了。你这不招见地吗？我们这不是教你吗？是啊，照你们这么教，全饿死了。哎呦，哎，这兄弟有点意思啊！不是，我问问你，来来，我问问你，兄弟，哎，这个节气种什么合适？苞米。那行，那行，我就包200亩土地，我再雇200个人，我种苞米。不行！哎呀，行了，牛叔，咱就坐地下吧，咱别坐上去了。哎呀，怎么了又？200亩地，雇200个人，你咋不雇800人呢？行啊，咱就雇800人。我夸你呢。不是，你想说啥呀？这孩子怎么了？这孩子呀，你说现在都是机械化种植，我自己就干得了。你自己能干？知道现在地咋种吗？怎么种啊？拖拉机一响，黄金就万两。秋收之后不算完，整地翻地肥下田，精选种子备好根，来年谷雨更轻松，行距株距深浅度，机械播种最有数，除草要用双翼机，保护幼苗松土地，这些工作做完了，备好船夫收割机，农民丰收笑哈哈，钱包装的鼓鼓滴，鼓鼓滴。专家呀，啊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这还是做早了。不是，哎，你俩听明白没有？啊，人家刚才逗你俩玩呢。对对对，人家什么都懂，这就叫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哎呦，不是，小伙儿，你说你这么大本事，你来城里干啥呀？我也不想来，我爸妈非让我来。还有他，哎呀，我这不是帮你吗？不用你帮。我就想种地，